學生養小朋友，我都有啲色斑啦，有啲荷爾蒙斑喺呢啲眼尾位嗰度。荷爾蒙斑咧，其實斑入邊咧算係最棘手嘅，係啊，斑有好多種，係咯，但出荷爾蒙斑咧就唔係真係薄薄儀器都打得咯。呢部得唔得先？得，梗係得啦。最緊要問呢個好 shortcut 問佢係得唔得，得就得啦。超皮秒技術咯，咁其實係比起傳統激光咧快咗1000倍嘅，叫做光振波嘅效應咯，咁就會令到好快速將我哋嘅黑色素瓦解到好似粉塵狀。咁細碎咧，而且就唔會受傷嘅個皮膚，唔會有任何結焦反黑嘅。咁其實放心，依家呢部咧係完全100%無痛，最舒服嘅夜機真係已經去到。咁而且咧做嘅時候咧更加快速見效，係咪一次已經見效？係啦，一次已經見到效果啦，同埋咧係唔會反黑嘅。咁依家咧我哋就係將佢連最底層嗰個都清埋，都清埋，即係乜嘢色斑都得咯。係啦，所以可以 keep 到佢真係唔反彈呢一 part 咯。當你真係越早發現自己有色斑咧，即時去處理咧，有時真係有驚喜，1-3次之內已經可以解決到。你哋如果見到自己有少少咧，我覺得反而快啲整咗佢咯。斑咧係越早打越好嘅，係少少嘅色素咧，1-3次之內可以搞得掂。但係你嚴重少少嘅都唔使驚，因為用緊嘅已經係最新嘅技術咧。其實 6次咧已經係一個完整嘅療程噶啦。2020最新引入嘅呢部美國嘅第二代超皮秒激光 Cure 咧，咁就會有50名嘅限量優惠俾大家，可以去免費體驗嘅，完全唔使收錢就已經可以試到一部依家最新最靚嘅儀器機啦，唔使收錢。